好，下面要做所谓的盐的生成，酸加碱产生盐加水，水酸碱中和会产生盐。在这里我并不决定它浓度有多少，我只要看到那个盐就好，就看到那个盐就可以了。所以要告诉你说，我取了氢氧化钠，加了酚酞啦，来看颜色，量温度，然后呢，然后低浓盐酸滴下去啦，来滴下去啦，来，然后直到完全变色，就刚跟你一样了，然后酸碱刚好中和了，然后呢就把它倒出来，因为我要找的是那个生成的盐，所以倒到蒸发皿去煮一煮，让我去得到。然后问你说我会剩下什么玩意儿？叫什么玩意儿？所以第一个问题就刚才讲那个酸碱中和，好，请问你温度会上升还下降，表示它吸热还是放热？这个是简单小问题，我们前面跟你强调过，告诉你你要把它背好的事情。我们找一位大帅哥，帅哥们叫做三四，帅哥仔，三四号大帅哥。啊，来吸热放热，上升下降，温度上升，放热反应，请坐下。温度上升，放热反应 ，OK。那请问你，你干嘛要加一个酚酞在那里干什么？你放了酚酞的目的是要干嘛？我们前面也告诉过你啦，你放了酚酞的目的是被冲啥的？可爱大美女。大美女叫做十二号大美女，可爱小老师大人，不要恨我。问我，刘娜，酚酞要加来干嘛？检测什么？是否已经完全反应、完全中和？靠它的颜色变化告诉我知道它是不是完全中和了，变色以后再也变不回来了，完全变色之后就表示我已经恰好中和了。好，刚才跟在讲实验过程的时候跟你提过了。啊，请问你最后得到谁？你拿的是盐酸，加的是氢氧化钠，会得到一个盐类，那个盐类是什么东西？那个啥玩意什么东西？可爱大帅哥，大帅哥呜啊呜，大帅哥吧呜，大帅哥叫做三二，三十二号大帅哥，三二仔，氯化钠，请坐下，氯化钠盐巴。好，我先警告你，你考试的题目，大部分的盐类都是氯化钠，就是所谓的盐酸加氢氧化钠。但是有些题目不是，它放的是氢氧化钙，出来的是氯化钙。可是就有一些猪脑袋，因为写太多遍了，看都不看，就直接给我写氯化钠。万圣媒体就是氯化钠，虽然氯化钠出现的机会比较高，最大的罪名来说，看清楚它给你的什么东西。给的酸是什么？碱是什么？抽一抽就抽出的盐类是什么？没什么，看清楚你要怎么给的，好就会得到盐类。所以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告诉你，酸加碱会产生什么？盐加水。我看的是那个盐类，看的盐类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小实验。